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在大陆的火车上面，然后我今天有在 IG 上面问大家说，你们觉得我要坐高铁还是坐火车？但后来我选择了坐火车，因为我想说大家应该会好奇长什么样子。然后它的椅子就是这种不能往后的，就是这样立直直的。但其实我平常睡觉的时候，就坐公车之类，我都属于坐超直的那一种人，就反而椅子往后躺，我会睡不着的。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椅子，我觉得还 OK。然后我刚买麦当劳的便当，因为我太好奇了，所以我就买了。结果他竟然没给我筷子，麦当劳的便当。然后里面就是美生菜跟一个烤的肉。他进来了吗？还没。然后我还买了一个珍珠奶茶，然后它里面的珍珠是那种已经烂掉了，就不好吃的珍珠，是很软很软的那一种。然后奶茶是奶精的奶茶。好像是七道桥。这张其实买下来蛮贵的，好像55块人民币。所以大家下次来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不要买，因为我觉得还好。我觉得这边其实没有想象中的，好像很闷还是什么的，就我觉得还 OK。晚一点有机会再录环境给你们看。这边的花瓣都特别小，但是花瓣都特别均匀，这是一样。第二个是青花，就每一层都能打开，你打开可以闻一下，它的菊花香的香味要比一般的要浓郁的多。就像刚才那美女说的，是中草药味。不是二。第三个，3到5分钟之后才慢慢变色，才变成酱红色，它有个过程。哦，现在长得好丑。现在是早上的6:41，然后现在看不到，现在睡着。外面其实已经天亮了，从昨天的8点多吗？昨天8:12，然后达到现在早上6:41，还有最后的不知道7:00，就大概在3个小时多就可以到西安了，太好了。然后一整天都没有睡，我在剪影片。已经到了西安了，然后现在在吃东西。刚刚有先去 check in， 然后我觉得住的那间还不错，而且我一直以为一个晚上大概要300多，300多台币，就我竟然是2个晚上300多台币，而且住了，我觉得看起来还不错，而且就是什么洗澡的也很多间，然后厕所也很多间，然后又很干净。那我看他们大厅也就是有挑高，感觉还不错。然后现在在一个叫回民街的地方在吃东西，够了够了，一定吃够了。这又放上，你要所以这个是馍吗？香菜吃吗？香菜不吃。吃吃吃，都吃。你可以把辣椒和香菜放进去。这个。我先吃一个原味好。辣椒。嗯。好吃。
对，这个是牛肉。从来没有吃过的味道，是吧？嗯，胡萝卜还是这么做，是吧？哦，有点辣。嗯。嗯。好像有花椒的味道。嗯。这是凉皮吗？嗯，其实都有懒凉皮。嗯。这个也很好吃。这普通凉皮。8块钱，这个凉皮15块钱，高级凉皮，因为都是现做的，好软哦，滑滑的，就很软，嗯，真的很软，好好吃哦，嗯，嗯，超好吃的，汤匙，大家，我到西安了，我好像讲过了。然后刚刚我吃东西是在搭火车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大陆男生，然后他请客的，因为他就说，因为他是来什么来西安办事情的，然后他之后再回北京，然后他就说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吃东西，我说好啊，但是我要先放行李，所以我们就一起先去我的青年旅馆。放行李之后，然后再刚去回民街吃东西，而且刚刚吃的东西都超好吃的。但是刚才点的时候，就是先一个人点了一个泡馍，就是上面有点冬粉，然后有一种面皮一颗一颗的那个，然后跟肉。其实那一碗我自己就已经知道吃不完了，但是他就很热心说再点一个什么夹饼，然后再点一个什么什么的，我说这都会吃不完，所以后来就只多点了一个红萝卜辣红萝卜丝，跟一个凉皮，就后来果然真的是硬吃，因为肚皮真的快要撑爆了，但是每一个东西都超好吃的，西安第一餐就让我觉得超好吃的，然后我现在太饱。所以我现在走路回去住宿的地方，不然我如果搭公车回去，然后这么饱就直接倒下去睡觉，感觉我肚子会消化不好，所以就先走路回去，走20分钟而已，走回去然后就休息，然后今天就是睡一整天，因为昨天一整天没睡搭那个火车，然后因为大家叫我搭高铁嘛，但是后来我想说算了，我还是试看看好了，就是第一次先试，如果真的觉得不行的话，第二次再不要搭，然后至少先尝试过，也许他没有想象中那么糟，就后来昨天搭了之后，可能因为现在是淡季，所以人没有这么爆，然后又加上是半夜的时间，我不确定，所以人没有到想象中那么多，然后还蛮多人，原本是坐坐铺的，硬卧硬座，原本是坐硬座的，然后他们都自己多花钱去坐那个，就是可以躺着的，所以后来位置都变蛮松的，然后加上我就剪辑影片，然后跟旁边的人聊天，然后我就这样默默过了14个小时，哎，因为原本跟你们说13个小时嘛，就是13个小时，好像是55分钟嘛，所以其实是14个小时。所以我完全没有睡觉，然后刚刚吃饱，然后现在回住宿的地方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今天睡了一整天，然后后来起来之后洗个澡，然后有遇到一个辽宁的女生，然后我现在跟她在逛街，然后我刚竟然看到 Coco， 我太惊讶了。决定，因为我刚刚已经有先吃水饺，然后跟喝一杯花生露，所以我肚子超级饱。所以我打算明天，可能明天再去买一杯来喝，或者是有可能我等一下走回去受不了，我就会买一杯来喝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看钟楼跟钟楼跟鼓楼吗？对，我们要看那两钟楼跟鼓楼。
拜拜，明天见。